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CTI Talk。 我们现在的节目会同时双开直播，在中天的电视以及大国武器大观的 On Fire 频道，请大家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今天是4月3号，今天早上也有个地震，因为是早上，大家可能在上班，那在花莲的震央在花莲，所以花莲比较有影响，有房屋倒塌，大楼倒塌都有，还有一些小小的伤亡。我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平安，因为台湾是一个地震带，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因为尤其是花东，它是欧亚板块跟琉球板块还有菲律宾板块三个板块的汇交点，就在花莲，花莲它是这个海岸山脉啊，就是因为三个板块撞击隆起的，在海岸上面，所以才会形成有花东纵谷，跟中央山脉遥遥相望，那今天我们来谈几个主题。第一个，我们谈谈这个二胆岛，的这个那个遭过这个大陆无人机来拍，有一些的这个状况，我们来研究一下。第二个，我们讲到美国、日本、菲律宾他们的联合的演习在4月的下旬就要展开，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三个，我们讲中印边界的这个名称，这中印边界现在那个中印边界的这个领土的纷争，12万平方公里，藏南地区，中国大陆有一些新以中国来命名，这个在这一方面更强化在主权上的这种积极，以进一步的来争取。那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在日本还有一些这些活动，我们来看中共这方面的意图跟日本这方面的应对。最后我们来看看乌俄战争，乌俄战争呢打了那个这个两年两个月，到现在为止啊，我来看一看，我每个礼拜都会稍微分析一下他们整个未来的发展，也大概都是按照我的发展所这种归纳出来的发展去走，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先看二胆岛，二胆岛我们没有这个图片啊，但是二胆岛这个东西很清楚。二胆岛，金门大金门、小金门又叫做烈屿，我去过非常多次，然后旁边有中心屿、有猛虎屿，我都去过，还有大胆岛、二胆岛，这边。那这次这个中国大陆在厦门地区的无人机就跑过来，这个无人机啊算是一个小型无人机，大概这个拿台币来算的话，大概10万块就买到了，这个。那这个那二胆岛啊在大胆岛，刚才看到一个大胆岛，然后二胆岛在大胆的旁边，你看可以看到这些阿兵哥啊在那边好像还没有什么任何警觉性，这有两个人抬头起来了，这是我们看影子，影子是下午3点半，大家看影子，那个这个太阳在西侧，这个无人机在东侧，所以影子是它是由西向东，大家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由西向，因为我看影子的长短就知道时间，因为我飞行员嘛，大家现在看影子，然后这是下午，那影子那太阳已经跑到大陆这一侧了，太阳跑到西，但我当然大家有人会讲是地球绕了太阳转啊，不是太阳绕了地球，对，没有错，有人在网络上说，但是我说现在太阳在西侧，在大陆这一侧。然后现在照过来的，对，他们在司令台前面在滑手机，结果是无人机上面拍，他没有作为，应该双杀才对。今天站在二胆岛的立场，他应该双杀。你看他们站在那边，有滑手机，有起来，这个起来晃了，两个抬头了，另外这个也抬头了。后来这一个是站起来滑手机，手上拿个手机的抬头，这两个离开了，这个无人机拍他就立刻离开。这个还在看他们，手上还拿了一个工作手套。他这个塑胶皮，然后后面是布的工作手套，因为我是农夫，我是知道这些手套。那刚才那个大蓝岛上面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上面的这个很多是邮箱，那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有所警觉，立刻通报，然后双杀？第一个用我们就知道双杀，第一个软杀，软杀是什么？有干扰枪啊，干扰枪立刻拿出来对着无人机干扰，它掉到地上啊。当然这个效果看它的这个频段跟它的这个坡够不够。这个频谱的坡够不够强，这是软杀嘛，一个硬杀赶快去拿枪把它做击落啊，为什么没有做呢？这很奇怪的事情呢，不是要随时平战结合嘛，平战结合就是平时跟战时要融为一体，你这个时候刚好
我的干扰枪有没有效？这是拿出来做验证嘛？马上拿出来做验证啊，平战结合啊，对，马上拿出来，可能不要一分钟，为什么？随时都会有状况。如果是我，随时会有状况，就放在什么？就放在那个哨所旁边，看到立刻吧，无人机来了，马上叫一声，然后就立刻干扰枪软杀，不行，立刻拿枪把它打下来。但是拿枪打下来没那么容易啊、拿枪去打无人机是很难的，因为无人机它会跑来跑去，它又有。他又在上面立体，他 又不是固定在那边，不是每一个都神枪手啊，那他们敢不敢？所以双杀，一个软杀，一个硬杀，一个是干扰枪，一个是冲锋步枪，拿锋锋把它打下来，那不是就可以去领赏？要这个样吗？哦，这个他们都没有这个在这一方面去做，我认为这个平战结合是非常好，结果变成又不会变成做文章啊，没有必要。哦，那个是个司令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哦，所以我要认为这个时候。这个他们的应变上面不及格，我直接讲，我不要说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如何，怎么干嘛，我不会说这个啊，好像避重就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这个不要客气。另外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大陆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中国的海警船三山洞山三千吨级的这个艘海我们叫做的海警船这一艘三山洞山，这边讲了很久，这个舷号在这个地方，三山洞山。哦，到东沙岛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航迹图啊、非常的清楚，这个非常的清楚，航迹图非常的清楚，包含时间时序点啊、这边时序点到哪里了，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它是一个逆时针的方向。东沙岛在哪里？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环礁，环礁180平方公里，很大，环礁这个面这个区域包起来的区域。那东沙岛在这里啊、当然我去过好几次。六七次吧，大概六七次，我没有仔细去算，大概六七次，啊，在这边，这东沙岛在这里，那这个是环礁，这环礁在低潮的时候会露出来哦，上面浪，那低高潮的时候会浪会把它盖，打浪的时候会把它盖过去，从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很清楚，绕到了东沙岛，非常的近，看到没有，都在东沙岛旁边，这个东沙岛上面可以看得到这个船，那么近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个船，那望远镜的话，老远就可以看到了。海上嘛，能见度，那天天气算不错嘛，整个这样子过来，它都有时间序的，啊，这边时间序很清楚，几点钟，几点钟几分，啊，什么的，这个幺六洞洞，这个都什么的时间，啊，这个多少14分，这是到这个54分，啊，01分18秒，这个都很清楚，01分3，这整个过去很清清楚楚绕它绕了一圈。哦，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些转折，这个地方还打了一个转，啊，打了一个转，这边一个圆圈，啊，因为它的距离很小，它把它画出来，打了一个转就过来到这边，啊，这边又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可能在附近的话有一些这些动作到这边来，啊，这边来的过去的时候，这边有一个我们讲到逆时针过来之后没多久的又过来到这边，很清清楚楚，啊，清楚，再过来之后在这边又打了一个转，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地方都有这个转，打了一个转到这边，然后离开，这个海警船。换掉东沙岛很重要，东沙岛是山海交汇的地方，啊，南边是南中国海，东边是巴士海峡，那北边台湾海峡，东沙岛非常重要，啊，东沙岛它上面有个机场，啊，我因为我去过好几次，都坐飞机过去，上面也有气象探测，那个每一天都有。做那个探空气球放送，那气球大概半部车那么大吧，大概半部车大概那么大，那个气球放探空是这个样，啊，是国军在戍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机场就已经在了。二次大战的时候，东沙岛机场就已经存在，啊，这个上面有这个都一平坦都是沙，啊，下面还有一个西湖。西湖里面有鱼，它西湖跟外面外海是连接的，是这个样。那东沙岛是蛮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山海交汇的地方。东沙岛距离台湾比较远，440公里，距离大陆比较近，220公里，所以靠大陆近，靠台湾远，是没有两岸都说东沙岛是它的，但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没有说东沙岛是它，没有。东沙岛是没有，除了两岸之外是没有任何主权纠纷，
美国、日本没有说东南亚是他，南亚诸国、东南亚诸国讲东南亚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国家说东沙岛是他的，没有，啊，日本已经放弃了啦。日本在二战的时候有占据东沙岛，啊，是这个样。那我们就知道，那现在中国大陆当然这个在中国大陆边边啊，就是中国大陆240公里，我就刚才有讲，所以中国在这边都这个派了海警船在这边做巡航，啊，我认为中国不见得要去拿东沙岛，那东沙岛没有用啊，拿东沙岛，然后拿东沙岛易攻难守。他无险可守，没有办法依险势来加强他的防御，我没有办法，都是沙滩，没有战略纵深，没有作战纵深，啊，资源有限，但是拿下来之后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哦，所以认为不要从军事解决，大概几个小时东沙岛就拿下来了，因为他孤悬在那边，台湾援军没办法驰援嘛，440公里怎么过去？战机也来不及啊。对不对？再一过去的话，油量有限了，立刻就要回来，对不对？上面的话是看守岛的官兵了，对不对？守岛官兵站到一兵一卒也是几个小时，因为没有险地下化，都是沙，你怎么地下化？金门有花岗岩啊，花岗岩会躲在洞里面啊。东沙岛都是沙滩，你怎么没有花岗岩了？没有岩石啊，对不对？没有山脉，有山脉的话可以挖山洞，也没有，对不对？但是所以说军事问题很容易解决，轻而易举，易攻难守，中国可以拿下。但是问题是政治问题，国际会怎么看？啊，台湾民情会怎么会不会激愤？对不对？是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呢，就是会在这边做这个巡航的这些动作啊，在这边巡，我们判断它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就是变成它的一个势力范围。就是这样，所以东沙岛我这么提，中国大陆在这边做巡航，只是一个巡视这个势力范围啊，这个他有没有要夺东沙岛的决心？没有。那夺东沙岛，那夺东沙岛难不难？对中共来讲，轻而易举，家常便饭。但是问题是，这个损益利跟弊啊是怎么样？可能利是小的，弊是多的。哎，因为会造成国际上面这方面的瞩目，啊，两岸不平静了，啊，东沙岛上面人也没多少，100多个人，但是拿下来之后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啊，我留岛不留人，把东沙岛占下，把人全部拿到台湾，我不知道把这些人送回台湾，你这样的话，台湾会怎么看？两岸的气氛马上降到冰点，哎，所以军事的行动，但是问题造成后政治的效应，倒不是军事的效应。对中共来讲，我这边可以讲拿东沙岛这个易如反掌，但是问题政治效应可能会因小失大，有政治的效应，不是经济的问题，好不好？我可以看这个鄂兰岛国军在这一方面是疏失的，但是太平岛，这个我们讲东沙岛在这一方面，就中共目前应该是保持现状，但是它的这个海警船的巡航的这个范围会越来越近，会越来越近。那中沙岛会不会做还击？我判断不会。这个他可能 SOP 这一次按照这个金厦水域，这个射击，昨天4月2号终止啦，对不对？就没有做成任何挑衅了。第二个，我们看美日飞的演习，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对在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的这个报废的，我都已经烂了啦，这些。以前的中型登陆舰，啊，现在菲律宾要运补，那么中国大陆是不要你让你运补，他的海警船也出来做一些阻挠的动作，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仁爱礁是蛮重要的，仁爱礁在这个地方，仁爱礁，啊，这个是美济礁，美济礁跟仁现在叫美济岛了啦，啊，美济岛现在叫美济，因为填礁造岛嘛，现在由礁变成岛。在这个距离32公里，啊，那现在美济岛距离仁爱礁近，仁爱礁距离巴拉望岛远，巴拉望岛是菲律宾的，啊，那现在菲律宾要对仁爱礁马德雷山号的这些上面有陆战队哦，有五到七个人不等，啊，五到七个人，不到一个班，一个班9个嘛，9条好汉在一班嘛，是这个样，
那要运补。那现在中国大陆不要让它运补，这很简单，中国大陆就是这样。中国大陆就原则就是围点打援，围住你这个马德雷三号，打援，你过来，你过来，不让你过来，我让他弹尽援绝，让马德雷号这五个到七个的陆战队的在那边没饭吃了，没淡水喝了，就这样。但能够撑多少？他没让他有在捞鱼啊。但是问题是还有其他的这些主副是怎么办？所以我判断菲律宾将来会派无人机，从船上，不是从巴拉望岛，巴拉望岛距离这个地方还很远呢。这无人机大型的不，你就派船，中共在阻挠他从这个菲律宾的，菲律宾叫海岸巡防队，菲律宾不叫海警船。那台湾的叫做我们所讲到的，台湾叫做海巡署，不一样。菲律宾是海岸防卫队，不一样啊。台湾是海岸巡防署，不一样。中国大陆是海警船，不一样啊。海监船、海测船也不一样，海上民兵不一样啊。每一个国家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讲的是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会从他的这些巡逻舰或巡逻艇啊，派无人机上面载的东西，反正现在已经有 GPS 定位到了马德雷三号上面降落。我们讲了就是把这空投了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可以广泛应用，菲律宾现在还没用啊，判断将来会用，因为菲律宾会想办法，船没办法靠近，为什么？中国大陆一直在喷水，怎么办？当然以后也包括这个司令礁也包括了我们讲到的菲律宾的这个中业岛这些，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也都会有一些动作。因为中业岛以前是我们讲到的是国军驻守，那现在的话被菲律宾占据，这是1970年代的事情，这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刚刚讲了，仁爱礁一定要去，仁爱礁完毕之后才会有仙俄礁，这没有画出来。仙俄礁在仁爱礁的又靠近巴拉望岛这边是美济岛，这个仁爱礁再过来仙俄礁是这样过来，它图没有出来。仙俄礁就距离吧，这就是南海的，在南海的九段线里面下面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这个下个礼拜美国、菲律宾、日本在华府有一个高峰会，为什么高峰会在挑了四月？因为四月下旬有美国跟菲律宾就是肩并肩演习，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去年是四月中旬到四月下旬，今年我判断是四月下旬，因为4月11号是美国总统还有菲律宾这个小马可斯他们还有日本他们会在菲律宾有个宣言，那当然也是关系南海问题，宣言一定是关系南海问题。美国在后面，它是一个，是个靠山是个靠山这个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一个南海关于这个仁爱礁的事情。那仁爱礁在这边，我们把这个图再跟大家再看一下仁爱礁的状况，它是一个环礁和仁爱礁，这整个就是仁爱礁。仁爱礁大家看出来仁爱礁长了这个样，马德雷三号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大一点，大家看出来整个这个环礁面积蛮大的这个如果填礁造岛，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腹地，填礁造岛这两个区块，一个区块在这边，一个区块在这边这边，那这个要填起来，因为这个颜色的深表示说它海水蛮深的，而且这个地方是有一段距离，那这一块是倒是可以，它有点连续性，这个地方是间断性就不要了，那这个地方倒是可以这一块，因为这一带它有它的连续性那这一块又比较舒适，这一块就不要，所以填礁造岛这两块，那这个仁爱礁如果拿下来，它如果要填礁造岛，它的规模将来可能不亚于美济礁，美济岛现在叫美济岛，我一直讲美济礁变成美济岛，类似这个状况，所以这中国大陆它有它的考量。那我认为仁爱礁迟早会进入中国大陆之手它会复制到美济礁的状况，到仁爱礁会这样，那尽量不要有一些硬的手段，那就是围点打援，
围住所有菲律宾海外防卫队过来运补的这些事物，统统不要让你运，让他弹尽援绝撤开撤离，但是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那菲律宾的这些海岸防卫队的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船舶比较大，中国大陆的船吨位就比较大，大家可以看这个空照图，无人机的空照图很清楚。菲律宾吨位小，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的这个掩护的船，菲律宾的要补给船在这边，海岸防卫队的船在这边，这是海岸防卫队去掩护这一艘补给船。中国大陆大，看一看就知道，三千吨级的舷号，虽然一看就知道大船，前面两面包抄，前后包抄，对不对？它还这个地方它有没有蛇形？有，你看它这个水是有弧度的，它现在在准备向左边切，有一点点逆时针左边切，这一艘也向左边切，有逆时针啊。那这个呢是向右边切，哎，不要当它挡住，它向右边切的时候，它就向左边。菲律宾是有动作的哦，你要这边阻挡它，但它就向左边。你看它的后面这个拖的那个波浪纹就知道了。那这一艘波浪纹没有，这一艘也在向这边要去挡它，不让它靠近，很清楚嘛。两艘大船包抄两艘小船，这是海岸防卫队的，这个是它补给船，是这样。啊，你看它在保护它，它在前方保护后方，大船保护小方。但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都大吨位，啊，还有到最后喷水。大家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近一点的，看近一点，中国大陆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大陆大家可以看，这个就近一点，这个有点立体，啊，这个是测照，啊，这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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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艘那么大，中国大陆，看到包抄着菲律宾的小船，这边，你看得出来啊，在这里。菲律宾的小船在这边，你看中国大陆把它包在中间，你看到没有？哎，包在中间。那这个这边也一样，包在中间一个小船，很清楚，小船包在里面，刚好卡在那边，让菲律宾动弹不得。哎，而且中国大陆吨位大，吨位大的包小船，对，是很清楚，吨位大的包小船，而且中国大陆艘数多。菲律宾两个，一个菲律宾，一个菲律宾两个。菲律宾的他很清楚的，这边还有舷号，这个是他的一个补给船。菲律宾少数两个小朋友，对，中国大陆是四个，一二三四五个，五包二，大船包小船，有多数包小船，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是蛮积极的。但是我发现菲律宾，他还上次那个在船上还摇那个白的白旗。那白布怎么回了投降啊？因为中国大陆会喷水柱啊，这个是因为没有喷水柱，但是喷水柱吧，因为中国大陆水柱是很强，可以喷100公尺，那个力道可以把玻璃打破、喷破，所以他手背割伤还缝了几针，是这个呀，手背割伤。中国大陆是蛮强势，已经喷了8次水了，8次，啊，这都有记录的。那菲律宾在这想办法，他会突围啊，美国会教他，那我们派无人机嘛。所以中国大陆，我判断中国大陆也准备，你无人机，中国大陆的干扰枪就要出动，中国大陆会把那无人机给弄下来，哎，是这样，可能不是拿硬沙，可能是软沙，干扰枪把你干扰到，掉到海里面，啊，不要让它运补，就是这个是很标准的军事上的围点打援，谁过来就打围点，围住什么点？马德雷三号，在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围点打援，他妈谁过来我就把他阻止。但是现在不一样，有空中他怎么样去？也是硬杀跟软杀，先软杀，软杀还运补成功的话就硬杀，硬杀就是击落，是吧？这是很清楚的，好吧？那个现在是讲到了四月下旬，这个月比较精彩的就是美菲肩并肩。去年2023美菲肩并肩，17000多人，17000人。日本当派观察员，澳大利亚派观察员，印度派观察员，哎，是这个呀。那这次日本可能会派船舰，有可能，不然
不会在华盛顿有个高峰会，所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最重要的，他们这次高峰会就是肩并肩，那去年菲律宾派6000多，加上美国派10000出头，不到11000，加起来17000，那今年的规模会比去年规模只会超过，不会缩小，那超过也不会超过太多，那18000吧，或者是就是算20000吧，对不对？大概规模不会大，但是我判断观察员的国家可能会多，观察员，可能会邀美国，可能会邀欧洲的观察员过来，你也在观察员啊，看我们怎么作业啊，观察员是功能小，但是只是指标性意义，会有这个呀。那这是四月下旬，因为为什么挑四月？去年就是四月啊，为什么挑四月呢？四月好季节，这个时候夏天有台风，四月份还没有，四月份，因为你如果挑了六七月，哦，有台风了，台风生成，那就整个演习会有个干扰。但是肩并肩不是光在南海，它在巴士海峡，在吕宋岛的北边，在我们所讲到的巴丹岛、巴丹列屿、巴丹群岛，它也会做，吕宋岛它也会做，巴拉望岛也会做，然后南海它会联合巡航，因为它有陆战队，有对空射击，还有发射飞弹、火力射击都会有，总共有13个科目要做：海上救难、海上补给、海上通联、编队巡航，然后试射飞弹，还有集成这个我们讲到的一个报废的军舰，把它集成，这就是演习实弹嘛，就是实弹，有还有包括防空演习，也包括对海，还有反潜哦，潜舰哦，有反潜，菲律宾没有潜舰，但是它有反潜科目，总共13个科目就是了，这个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新片上架和即时直播。好，欢迎大家回来，这个我们 CTI Talk， 这个欢迎大家按赞，还有订阅，还有分享，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现在紧接着来看一下中印边界。中印边界有时候都会此起彼落，都会有一些动作，一下这个开隧道啦，公路开通啦，然后一些运补啊，还有一些大家又在讲对方征兵啊，会有这个状况，大家增加驻军啊，有这些威胁啊，印度他又买了什么武器啊，印度又做了什么战机啊，印度又试射了什么他的飞弹啊，光辉战机又如何，他烈火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又如何，他都会这些印度国防经费又增加啦，然后美国又挺印度啦，等等都会这些。所以中印边界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就尤其是这一个藏南啊，90000多平方公里，藏南地区。那阿鲁纳恰尔邦呢？阿鲁纳恰尔邦这个地方种族很复杂，三大种族在这个地方。这是藏南地区，中国大陆宣称拥有。那现在中国大陆以藏南地区所有的阿鲁纳恰尔邦，通通这些城市、道路、都是以中国大陆来命名了，是这样，中文来命名。不是按照他以前的什么印度的这个，他是以他这就是他的中国大陆的本来的名称就是这个，就跟那个本来的爱魂就是爱魂，俄罗斯那边的爱魂，俄罗斯的海参崴，俄罗斯的话，中共叫做共青城，就是这样，然后那个中共就拿中国的名称，这个把这个那江东六十四屯还是江东六十四屯，通通拿中文来命名。要索回主权，第一个要以他的名称，不然你没有那个名称，你用的是西方的，那本来就是西方的，那你这样子，你是怎么样去索回主权？俄罗斯从大清王朝满清末年拿了多少土地，对不对？那在中印边界，现在讲中印边界，通通这些大陆的民政部改名藏南地区，就宣示主权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藏南地区最多，这个90000多平方公里。
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藏南地区，那现在是由印度占领，印度控制，那什么时候拿回来？我看这个要经过谈判，还是拿回来就两个，第一个经过谈判和平拿回来，第二个就是动用武力拿回来，动用武力啊，动用武力嘛，武力占回来就是那么简单。俄乌战争就是啊，那个俄乌战争，这个我们讲到的，它是顿巴斯地区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北边是卢甘茨克，南边是顿内茨克，很清楚。那他不让他独立嘛，不让他独立，那俄罗斯就拿武力，对不对？然后他一直要拿武力，那到最后面的时候扩大，变成特别军事行动，拿又加了两个南部的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州，加上克里米亚，克里米亚27000多平方公里，是这样。那现在讲到的是中印边界，就是中印边界的藏南地区是重点，因为藏南12万平方公里，藏南地区占了9万多，占了1/4，那在这个西段这个地方，西段这个这是克什米尔，克什米尔，那克什米尔被印度控制嘛，大部分被2/3被印度控制，克什米尔。但是在这个地方西段，西段这个边界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有这个争议，但是目前重点是放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都有中文来命名，宣示主权，就这样。那我认为这个做法是站在中国大陆立场，我认为是对的。你本来就要宣示主权了，你不能拿西方的名称了，不是你的地吗？那怎么会西方的名称？这是不是自己小孩？那是别人的名字，那就怪怪的嘛，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早就应该做了，现在做有点慢，但是这个亡羊补牢也应该这样做，要这样做，而且动作要快。要还有哪些地区有争议的？不是光这些，俄罗斯最多，那还包括中亚地区，除了这个塔吉克、巴基斯坦这边也有一些，因为古时候的话，包含那个塔吉克的有些地方都还是中国大陆的嘞，变成塔吉克他们拿去了，我们怎么样把它能够慢慢来要回来？包含这个像巴基斯坦。有一部分，但是他们两个是铁杆，但巴基斯坦也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中国一带一路重点就是巴基斯坦，是这样，他两个铁杆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嘛。所以这一个中印边界的争议图，这两个地方藏南地区是最重要的，他现在拿这个来地方 来命名。你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张图，他这个是经过了多少次的，我们看看藏南地区，尼泊尔、不丹，不在不丹的这个东侧，就是这个地方，是藏南阿鲁纳恰尔省、阿鲁纳恰尔邦，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这个地方的话，从2001年的地方到2003年到2016年，都有些这些动作，最主要这个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呢？1962年中印战争，1962那很早了啦，60多年前，现在是2024年，可以看得出来。中印战争，中国大陆打完之后就撤退了，怎么会这样？这边有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些颜色，这些颜色，他拿历次占领的他这些颜色 都有这些界定，那这边的颜色也有，这个地方，在我们讲到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在这里，那这个藏南地区，我相信，因为随着印度是不结盟的国家，印度从1957年尼赫鲁当总理的时候，他强调不结盟，我们印度不结盟，他不结盟，他能赚猛这么捞好处，他不结盟，结果美国现在拉了印度，为什么？美国拉印度来治中啊，所以美国一定会给印度一些好处，卖战机、卖武器给印度。美国也赚钱，印度也强化武力，是这样。那欧洲国家，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法国也会卖武器给印度，那法国也会支持，在这个 某种程度上，也是稍微有点点有感地震在摇，有没有？我感觉到有点在摇，现在稍微停止了。好，那法国卖幻象战机，那现在是卖飙风战机给印度。那法国的还有这些装备，还有雷达系统卖给印度。那印度呢？印度现在做光辉战机，光辉战机是用
F 四动式引擎 ，F 四动引擎是美国卖引擎给印度去做光辉战机。然后 F 四动式引擎包括韩国的黑鹰 FA 五动也是 F 四动式引擎，也是向美国买的。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呢、啊，他就多面讨好，多面讨，因为他不结盟啊，大家都需要他。那俄乌战争呢，那个大家经济封锁、经济抵制俄罗斯，俄罗斯石油还有天然气，印度一直在吃货，以便宜三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印度，所以印度买了很多俄罗斯的石油，也买了俄罗斯的一些天然气，而且是便宜买。低于市价，低于国际现货市价三分之一，印度又在占便宜。你看印度这个国家一直在占便宜，为什么？他不结盟，大家都需要他。俄罗斯俄乌战争没有朋友，也要拉印度，是这样。那印度也向俄罗斯买，以前买坦克，买米格29，买米格31，买苏凯27 MKK 的战机，也是向俄罗斯买。这边也向美国买 F16。对不对？现在向法国买幻象，现在向法国买飙风，都是这样啊。所以印度，你看看它，我们不讲它的军工系统太复杂了，有俄制的，有美制的，有法制的，造成它这个军工的后勤体系很复杂。但是印度在多方讨好，你就会有军事交流，军事交流，军事交流，哎，也提升它的国际的地位。那它自己做研发啦，你看烈火5号，刚才讲到的。这个光辉战机等等，不是吗？光辉战机还想卖给阿根廷呢，他阿根廷一直让阿根廷促销，是这样。但是美国会不会首肯？因为你的发动机是用美国的、啊，你用美国发动机，那你要外销到阿根廷，阿根廷跟英国死对头，因为英阿福克兰1982年英阿福克兰群岛战争，对不对？那英国跟美国是铁杆，所以国际那美国英国一定会跟美国讲，不要。不允许这个印度的光荣战机、光辉战机卖给阿根廷啊！这国际人士，这个大家是一挂牵一挂就对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印度在这一方面是占了好处啊。阿鲁纳恰尔省，或者有人叫的阿鲁纳恰尔邦，邦我们都叫做省去了啊。这个地方，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以它的命名就是更进一步。我认为。现在的动作慢了，应该早一点，而且军事上的作为我认为要更积极、啊、因为印度它是吃软不吃硬，你硬的话它就会让步、啊、我认为要逐步要积极要这样来做。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讲到的吴征七、啊、到日本海、啊、最近到日本海去做侦察，无人机这样子，无人机，这个地方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话，这边是、这个南韩，这边是北韩，这边中国大陆东北，这边是俄罗斯，无人机从这个地方直接穿越出来了，这个日本海，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出海口，啊，它北韩跟俄罗斯啊就交界呢，中国大陆只能眼巴巴的看它两个交界，没办法出日本海。那你要飞行要飞出海，那你要穿过俄罗斯啊，那要穿过北韩算了，不要穿过北韩，穿过俄罗斯进入日本海，哎，出日到日本。那大家看这个无人机啊，是逆时针飞旋，那无人机是喷射，有点像这全球之鹰，它飞行可以飞10个小时，那它喷射速度比较快，时速700公里，你10个小时可以飞7000公里。这样，那它的作战半径2500公里，来回就5000公里，你还有这个地方还要有一些任务的消耗，所以它作战半径是2500公里，最大航程7000公里。哎，它是这样喷射的嘛、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个地方二脉，这边是日本，这边是南韩，这边是北韩，这边是俄国，这边还有是美军，南韩有美军，日本有美军，所以5个国家，俄国、日本。美军、南韩、北韩，所有的这些电子频谱相关的情资都可以做收集，而且范围蛮大。你看看朝鲜半岛那么大，
它已经飞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大，20万平方公里啊，朝鲜半岛是20万平方公里，20万，哦，这边还有济州岛没有用出来，济州岛在这个地方，济州岛，这20万平方公里啊，你看它飞的是不是将近20万平方公里？它高度可以飞得很高，它可以飞2万公尺，换算成英制就是6万英尺。我飞了5万，我飞过5万英尺，你看它6万更高，更高它可以征收的更远。上面的这个 EO Electronic Optical 电子光学相机，或者合成孔径雷达，或者我们的电磁频谱的接收都有，啊，这个微波接收，这些所有通讯接收都可以，电磁频谱雷达对空搜索雷达对海速端，你看看它的 这一个管腰很清楚的，哦，这日本有起来，日本派 F-15 起飞做拦截，可以看得出来，日本在这边，日本还照相，日本是很积极的，啊，他把图画出来，时间画出来，日本图就出来，这就是无侦期，日本这是日本拍的，立刻公告在日本的网站，他说对相机 对方的飞机叫对相机，无侦期，你看日本也这样，无侦期，侦察型无人机，啊，日本是这样。这就是日本拍的，日本拍的还会公在日本的官网上面，很清楚，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图他们日本发射这个地方库页岛、啊，在过去海参崴在这边，啊，这个是北海道本州，下面这个是九州四国在这边四国，啊，很清楚的，啊，这边什么对马海峡对马岛、啊，什么对马岛，嗯，这个不是这一次这个无人机是从俄罗斯过来，这不是从对马海峡过来的，哦，是从这边进来，然后回去也是原路回去，这样，所以看呢，中国大陆将来在这个地方也在做情报收集，也在做战场经营，对的是什么？对的是日本，对的是什么？对南海也做监视，所以情报是非常重要，情收就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在情收在这一方面要非常的积极的。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我们把那个图放大来做解释会比较好，看看没有无侦期，看他看的高度够高了，要有零结尾，一般来讲都要最少都要1万公尺，3万英尺最少，他都飞到15000，最高可以飞到2万公尺，单发动机大家可以看出来，单发动机可以看到它整个尾端，啊，单发动机，它的翅膀机翼非常的长，后面还有这个翼尖。增加升力，啊，有这一对，啊，有这一对、啊，可以 增加、啊，航程 5%， 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啊，可以增加 5% 的航程，啊哦，它能够增加，因为它有翼尖涡流，大家看老鹰在飞行的，你注意看它尾巴，它的那个翅膀的后面是翘起来的，为什么增加升力 让老鹰更省力，翘起来，你看它有没有这样子下来？没有，它是这个样。你注意看，老鹰在滑翔的时候，最后面的地方是有点翘起来，所以无侦期也是这样翘起来。啊，这个不会轻，我们看近一点的就知道了。啊，这个我这个是要跟大家看零结尾。啊，最少1万公尺，那我判断这个高度已经飞到15000公尺，那45000英尺，你乘以3，换算成英制，因为我飞行以前飞 F-16 124都是英制。因为都是美国的飞机，我都习惯用英尺，那现在大家喜欢 用中国大陆用米，那我们用公尺，所以我就讲公尺，啊，公尺就是米 meter， 啊，米 很清楚，啊，它已经飞有零结尾，最少都是10000公尺，那我判断它已经飞到15000公尺以上，啊，到了它最高可以飞到20000，所以可以驾轻就熟。那我们看它的照片。刚才那个照片的，刚才那个影片我就看到了，就是这一架，刚才影片也是这一架，哦，因为它是两腰动拐腰，每一个这个叫机号，军舰叫舷号，哦，那这个飞机叫做机号，对，两腰动拐很清楚，哦，这个机翼翘起来，可以大家看得出来，它这一个后面的水平尾跟这个左机翼连在一起。这个后面的这个水平尾跟右机翼连在一起，啊，这是左机翼连在一起，右机翼连在一起，然后这是影子在地面，这是影子，啊，后面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尾巴，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
这是什么？这尾巴就是垂直安定面啊，因为它这个影子在这边嘛，我写这是影子，这个是在这边，垂直安定面是两个，两个斜尾巴啊，所以它有局部逆中的功能，你看得出来。这边它的禽兽装备放在这下面啊，这地面放出来很清楚的啊，这个是它的军徽八一啊，这边有八一写八一，这边有写的八一啊，它的军徽。这张照片呢，看起来解析度还蛮清楚的，还蛮清楚的。我们再看近一点、大一点的实体的，好吧？这个就清楚了，好吧？这个就清楚了。来，这就清楚了。啊，这个它的机翼，它的这个水平尾，它跟它连在一起，这水平尾跟它连在一起，这是左水平右边连在一起，连在上面，这边有一个，这个、同样有一个连在一起。这样能够增加它的这个稳定度，结构稳定度了啊，结果就是这一个啊，它是那个单垂直尾翼哈，单垂直尾翼这边要讲，然后我们就讲的是这边有写到了，这边就是讲到的这边翔龙，飞翔的翔龙，翔龙啊名字都有啊，这边是它的军徽八一红的，这边写的八一不是那么清楚啊，这个是翔龙飞翔龙的标志，那这是翼尖翘起来，刚刚有讲。所有的征收装备在这个地方，机头还有机腹，这是它的征收装备，它的油可以在机翼上面，还有机身油箱，可以这样。那它也可以在作战的时候，它可以挂600公斤，一样可以挂，它没有挂载，它这一次到日本海的纯粹就是侦察，没有挂任何武器，没有挂任何，就是战场，就是情报侦察，战场经营，战场经营很清楚。这个照片看得更清楚，这个照片，这个翼龙，就是无侦七，我们讲无侦七，就是这个，单垂直尾翼，这个它的水平尾是连在一起的，它的为了躲避红外线，所以它的我们讲到的，它进气口在这个地方，然后排气口在这个地方，这个有局部逆中功能，为什么？你的这个排气，你的这个进气口。的逆中的效果会比较差，那我放在上面，放在上面的，我的最起码它的雷达的反射会比较小。对你放在下面，发动机是它的是在里面，但是外面的蒙皮，飞机的蒙皮，它要设计要搭配发动机，可能会牺牲到一部分的逆中的功能。那放在上面就没有这方面的，因为它放在上面就会比较，就被这个机腹，就我们叫做机身，机身把它做了遮蔽，做了遮蔽遮掩，变成这样。无侦七，我判断将来它也到过台海，也从宫古海峡出来过，然后东边到过花东外海，也穿过巴士海峡过，无侦七都有来过，我有看过相关的资料，它有到过花东外海，有从巴士海峡都有。那这次在日本海出现还是第一次在日本海出现啊，所以日本在这方面是有派 F-15 飞机啊上去拦截。 F-15 的最大深限大概是17000公尺啊，17000到18000公尺最高了，不能再上去了，再上去飞机就开始要抖了，这是 F-15 啊。那这无侦机可以飞到20000公尺，F-15 只能到18000公尺，到顶了，不能让飞机会抖，这样子飞上去。日本有照相，反正还蛮近的。这是讲到无侦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讲一下俄乌战争，好吧？俄乌战争已经打了2年2个月了，从2023年2月24号，2022年的2月24号，很容易，2022年2月4号。到2023年的2月24号一年，2024年的2月24号两年，那现在已经4月，打2年2个月。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呢，是打的，因为他的图我就不要去放。乌克兰呢，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所有青年人都没有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丧失。你到乌克兰，我认为乌克兰就有再好的战略，不是战术动作或战斗。那就是效果而已，并没达到实质，只有一个短暂的效果。
他现在火力不够了吧，人力也不够了，火力不够，人力不够，战力下降。俄罗斯还有人力，俄罗斯还有火力，那只有乌克兰只能开节节退让。我们不要讲节节败退了，节节退让。俄罗斯节节推进，节节进逼，变成这样。不是光那四个州了，这个卢甘斯克，还有顿内茨克，再来扎波罗热，再来我再往西赫尔松州，赫尔松，下面克里米亚半岛那不要讲，那本来就是俄罗斯拿回去，他说本来就是他的，这个从2014年就已经拿去了，这非常的清楚，这不可能要回去，而且普丁在上个月选举的时候，普丁获票得票率87%，他又可以任任6年，俄罗斯总统是可以连任的，他可以一次6年，87%很高了。那这一次莫斯科的歌剧院恐攻，那又怪罪到说幕后这个主持那个手使者，这个主使者是乌克兰，所以就是乌克兰锆石飞弹也好，匕首飞弹也好，这个我们叫做有装一个套架的这个幺五洞洞的这个炸弹也好，传统炸弹也好，温压弹也好，都对乌克兰造成很大的破坏。还有菌状云，温压弹高温高震爆，另外一个真空把氧气都吸光，人没办法，人就挂掉。高震爆人会这个震死，那力量太大了。高温2500摄氏度，那也不得了，2500摄氏度非常高的，谁受得了2500？我问过火葬场，你们火葬场的温度多少度啊？他说我们火葬场温度800度啊。我说800度，温压弹2500度，那就知道温压弹的温度高不够，不够高，比火葬场的温度还高啊。因为有的时候告别式啊，我都会去跑这些人嘛，总是要去。这个养生送死嘛，这个就为人家这个，我们不要讲慎终追远、饮水思源，总是人家有这些人生的大最后的大事，我都会去跑这些。有时候就问人家是这个样啊，我说那温压弹2500度哎，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就这样用哎，所以乌克兰现在俄罗斯的手段又多了，我攻击你的电厂。所以乌克兰到现在为止，它的供电率只剩20%，80%，电厂没有了，电厂没有雷达就没有电，雷达要是烧汽油，没有汽油，雷达就失效了，没有电，你电力系统瘫痪，电厂已经没有了。乌克兰现在电力系统只剩下20%在运作，那打仗怎么样去供应这些对空搜索雷达？都要靠电力啊，没有电怎么去运作？所以乌克兰将来战争会更惨。然后现在。美国援乌法案卡在美国的国会，600亿美元出不去，武器出不去，钱出不去，乌克兰怎么办？那这600亿美元卡在美国的国会，在美国参议院卡住，哎，这个你为什么？我们国内那么多问题，你现在要援助乌克兰，我们国内他妈都需要这个钱呢，600亿要干嘛给乌克兰吗？不可以，我认为国内优先，乌克兰次之，所以乌克兰被卡。那乌克兰现在怎么办？火力不够，所以他只能节节败退。那俄罗斯节节占据占领，将来战争总有停的一天。那俄罗斯打到哪里，占到哪里，那可能这就是边界，在这个边界线来划停战区。那将来的话，乌克兰损失更多。乌克兰将来这国家国不成国了，那人也死了那么多。土地又失去那么多，国力又欠人家那么多钱，国力耗竭，所以将来这个战争的说要干，你要去想要利弊得失，会有哪些的状况，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就是认为最乐观的打算啊，西方国家会帮我在参战呢、啊，西方国家会帮我，不是，西方国家全部闭上关，武器给你而已，火力给你，资源、人力，对不起。你只能招国际志愿军，我们退伍军人你可以用帮他去招那些退伍的国际志愿军，给他钱，就这样。
那实际上没有办法，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苏二十五啊，这就是攻击直升机，这卡二十五，卡五两，哦，在这边，对不对？对乌克兰做打击，你看乌克兰断背残垣，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乌克兰在这个整个状况，它的国家的这个设计是错误的，啊，将来重建的经费没有几千亿美元，可能要上兆美元才有办法，那谁能够拿得出来？除了美国这个国家，但美国现在也穷啊。美国现在国债34兆，就是34万亿美元。美国也不是，国债也是很严重啊。他能够帮乌克兰也是有限的，对不对？今年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拜登他要去抢选票，哎，你的钱不能乱花，啊，全一乱花，一通货膨胀就出来，通货膨胀出来，中产阶级就受不了，钱不能乱印。那你钱你也不能乱，就要紧缩，你紧缩利率要提高，利率提高，你那些房地产怎么办？房地产你要提高利率嘛，因为你要压通膨啊，你压通膨，你提高利率，提高利率，那股票跑哪里去了？你提高利率的股票市场会受影响啊，对不对？你提高利率的大家会紧缩，啊，你利率那么高，大家不敢借钱啊，利率那么高，那大家会紧缩，啊。那这样协议说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由俄乌战争也看出来，当初的俄语区很大的，蓝色的地方都讲俄语，80%，这个是顿内茨克、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啊，这个是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很清楚，扎波罗热，赫尔松的地区，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讲俄语，70%以上都是讲俄语，看到没有？这是俄语区，这边就是讲乌克兰语。哦，这个地方基辅的地方乌克兰语，那只讲俄语就18%，东部靠这边讲俄语的最多，你看这个讲俄语的84%，对不对？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嘛，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卢甘斯克、顿内茨克、顿巴斯地区很清楚啊，都是俄语区嘛。你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语的嘛，所以他讲俄语的91%，他讲俄语啊，你乌克兰硬要。讲两种，硬要变成乌克兰话，通通规定不能讲俄语，俄语不是官方语言，乌克兰语才可以。那大家跟你分嘛？你像乌克兰不是就惨了？我们可以看出来，乌克兰大部分在东边，你看，你尤其在靠近波兰还有罗马尼亚的地方，只有2%的人是讲俄语，6%的人讲俄语，7%的人讲俄语，很清楚，这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一目了然。这是我们讲乌西地区，乌东地区整个是俄罗斯的。对不对？你看，大家可以看出来讲的语言。那这样的话，你因为在那边实习，通通要废止俄语，结果造成整个国家分崩离析。你看出来，整个乌克兰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一个领导者失败就是国家的失败，那是他选出来的嘛？你选出泽连斯基，那就没办法。所以，乌克兰战争来看的话，乌克兰只有一条路：投降，投降。而且。越晚投降损失越多，他的黄金期已经过了，你说怎么办？所以乌克兰没有办法，他越投降损失越多，因为还死更多人呢，啊。第二个欠更多钱呢，啊，第三个还有失去更多的土地啊。所以三思，他要三思，三个丢：越晚投降，死掉的人更多，乌克兰；第二个失去的领土更多，第二思。第三师，他的整个的那个债务欠的钱更多，三师啊，失去人，失去边界，然后失去金钱，你三师，对不对？当初的话，他没有做损管，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国之大事为兵役，为这个士以戎，士就是祭祀，简称这个戎，犬戎、兵戎，兵戎相见就是军。兵者凶也，就打仗，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乌克兰在这一方面，这个治国无方啊，这个没有国安的意思啊，没有某国的重臣，没有很缜密的思维，没有宏观的战略。就直接仓促就要
下赌注了、啊、当初在第一时间我们先谈，然后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先拒止俄军，让俄军不要那么大动干戈，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跟大家讨论到这边，以后还有一个月的我再收集相关的这些这个军事还有国际情势的变化、啊、一个月都会变动非常的多，我再跟大家做中正，再向大家做提报、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再见。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 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仙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快点给我下单，太阳仙全效克斐尔益生菌。